大哥，啊，请问这是17号楼吗？啊，对，17号楼。谢谢大哥。哎，啊，驴肉火烧啊，是给180送的吗？对呀。啊，我订的给我就行了。<笑>我楼上还有一家呢。<笑>你这搬家呢吧？啊，我帮你吧。别别别，你不着急给人送餐吗？哎呀，不着急，我这单时间还来得及，不就外面放那几个箱子吗？ 那兄弟，那我就不客气了啊！哎呀，麻烦你了啊！哎呀，我给你嫂子请假回来搬的家，你说多谢了啊！喂，哎，哎，兄弟，我今天是喝的有点多，开心，条件新居，对，我新房子住18层，不跟你说了啊，到家了。 回家，回家，哎，怎么这么黑呀？妈，开灯！哎呦，啊，哎，哎呀，哎，兄弟，哎，多亏你了啊！哎呀，太累了，搬家哈，哎，哎呀，哎，一层到了，哎呀，哎呀，你说这累成啥样，连柜子都推不动了呀？哎呀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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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。 哎呀，哎呀，妥，成功了，成功了，哎，大哥你也18层哈，哎呀，哎呀。